县长林子庙及县议员黄玉以及农会理事长等人专程来到了109年南洋红龙果品质评鉴竞赛田度组第一名的农友元山乡红龙果产销班的李永信家中来祝贺，带来了祝贺的大红之报，让农友更添光彩。县长除了在肯定之外，也允诺县府会全力协助行销，增加农民的收益。宜山乡李永信先生哈，伊得到咱的红龙果红上届甜的田王组的冠军，所以呢，这友善的栽培啊，农会的指导，所以呢，会当吼得到今年是冠军的25度，所以呢，今仔日原管政府特别来吼，来当讲这方面来个肯定，这方面来个感谢啊，对于咱的农产品、农作物，因拍拼来种，管政府拍拼来行销。也当好，让的农民呢很有自信的把自己的所栽种出来的这个火龙果呢，也当呢第一呢台湾全省哈，也当全世界来个行销。哦，种到全国第一名，这个红龙果成绩真好，这非常的不简单。伊来讲个，逐年拢有得奖，唔是今年尔，一年年拢有得奖，这非常的不简单吼。希望各界吼有当时吼来给享用吼，以及这甜的火龙果安尼。李永信现年50岁，栽种红龙果已经有6年时间，面积有0.6公顷，果园采草生栽培管理，已经蝉联2届的南洋红龙果品质评鉴竞赛甜度组的第一名。这次夺得冠军的果品甜度更高达了24.17，更胜于去年的23.7度。用心用心的经营，要有一挂耐心大家看过。安尼俩，咱遮算半河潮啊，离水近，安尼俩。水近嘛真重要。你喷水嘛袂使喷伤久，因为这是热带植物。今年度南洋红龙果已经正式上市，品质好，甜度高，欢迎全国的消费者踊跃订购。有意者可洽询元山乡农会推广部、三星地区农会以及南洋金柑生产合作社。宜兰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道。